试试。呆瓜就需要被喷，一喷马上有成绩，三连两块。大哥，呆瓜贱啊！其实这个版本你没有必要对任何指挥、对任何服务器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，反而是那种就是说，可能一开始大家不是特别看好的服务器，它能走到最后。这个版本的一个特定性，就代表着谁都有可能走到最后。欢迎枫叶啊，感谢枫叶的办卡。枫叶啊，最近看你刷的这些免费礼物，又能感觉出来了，又不少吧。是吧，又不少吧。解说一下这场比赛，感谢青青河边山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啥礼物，去了不少女主播直播间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咱兄弟之间对吧，来日方长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感动到你，对吧，也能在我直播间给我吃一波疯狂的。这场比赛我解说一下吗，看一下啊，两边来说，两边来说都在点，因为两边都拥有一波完整的善恶宝宝，两边都有一波完整的善恶宝宝。方长是谁？这个到时候我知道了我告你，好吧？我知道了我告你，说房间也就在说，不是，狗狗应该在挂市场。大哥，你研究 PK 看录像，有必要开着直播看吗？我觉得应该没必要，所以应该是在挂市场。兄弟，你有点狠。哎，是会狠。抓点，这一波抓点很艺术，但是这个金甲更艺术。挂三一点直接是吧？行。其实吧，抓点是 OK 的。我以为他会射魂点，他抓点，抓点收获更大，抓点的意义更大。两边的宝宝不停的都在散爆，我也很难见到一回合能出三个散爆的团队。这把来说的话，观战方这回合的点杀是赚的，天数开化身对待方摄魂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就是善恶体系的一个强大之处。现在方寸好吗？方寸这个门牌我们等一下说，这就是善恶体系的一个强大之处。这不是卡了，我暂停了。就说你在倒下一个输出的时候，依然能够有一个点杀的实力，这就是善恶体系的一个很完美的地方。我们继续看方寸这个门派，在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作用，因为方寸策划对他的一个定义在节奏上面是很好的一个风。那么指挥打 PK 都不是靠一顾老的冲，而都是靠节奏。观战方这回又失误了，没有拿宝宝来拉，没有拿慢宝宝来拉，而是拿一只比对待方宝宝快，比大对待神木林快拉起自己女儿村。这回合的失误基本上是致命的。对待方女儿可以起来了，对面女儿村起来，讲道理应该是因为这种属于无脑操作，对待方女儿起来这把属于无脑操作，拿虚名知道吗？对待方的这些东西守观待方女儿村，然后对待方女儿村拉起来出虚名就行了。这个操作是一个必然操作，就是没有操作空间的操作。这把如果对待方女儿村起来不拉虚弥，我直播吃屎。但是没有控住
观澜坊大堂起来直接常去对待方女儿村，观澜坊这边住得很好啊。这回合来说，观澜坊这边运气好一点。观澜坊这边化身人心，前几回没连起来，醍醐灌顶宝龙山。这一把观澜坊女儿村，地府这把应该均清的，真的有点贪。这把罗汉有点贪，这把罗汉有点贪。啊，哦，有什么灵晶？还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那就不贪，那就对的。说现拉现吃，是对于观众来说，这种 PK 肯定大家都很喜欢。我看一下那个，还有五回合，珍宝赢了是吧？我知道珍宝赢了，但我想看一下怎么赢的。观澜坊化身三号宝宝，这回合看要不要顶个大蓝啊？顶的血没顶大蓝，风卷残云提前扔。对战方，观澜坊这边还有罗汉，那估计还要再等一会儿才会换。观澜坊大堂现在不能够斩杀对战方的一个千哥是个传说了，因为自己血量不够啊，自己是那个什么长驱逐在 CD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场比赛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想起来这场比赛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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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后面他们拉的须弥好像还要防神是吧？珍宝有一只须弥神了两次，对，就这把点杀没了。其实这一把来说的话，他立个纸人，他操作不点杀的话只能立纸人，找单位给他补流云，找单位给他补流云，然后给他立纸人，化身依然清清宝宝，观澜坊这边依然够轻轻把对战方的地破山清光，然后破甲叠一叠伤害再去点杀。我想起来这场比赛了，对战方有一只黑白无常，他的那个神了两次还三次是吧？是那场吧？女儿村自动，这把来说，女儿村扔无魂给对战方化身应该是唯一的操作。这把观战方女儿村扔无魂给对战方化身应该是唯一的操作，就这个泡泡吗？哦，那我记得那个黑白无常神是什么时候？这把宝宝没有跟，因为那个了，因为女儿自动了，应该掉线了吧？这个操作像掉线，不像自动，像掉线了。泡泡就是白无常吗？哦，为什么白无常长这个造型啊？升三次了，对。观澜坊这把小死亡挂，被小死亡挂倒，应该是成为了比赛的一个核心了。对战方大堂应该是有数的吧？应该是有数的。路线显错误是吧？这把观澜坊大堂应该是很少出去了。拉女儿，这个女儿是直接换须弥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直接又换了一只须弥出来，哇，秒崩了！化身倒了是观澜坊这边最伤的。这把宝宝没跟大堂啊！这把我没跟大堂，有点难受。对战方的女儿可以再真的直接再换须弥就可以了。对，直接换了须弥。
人领大金，官两方女儿金青，以防被飘中。不过这个时候败局已定了，败局已定了，保大堂的伤害了。对面女儿村倒，但是官两方这边倒的会更多。平 A 点杀没有中，一万，这伤害杠杠的。这伤害真是厉害，地听吗？这是啊，哇，真是地听啊，兄弟们！现在是不能显示这个错误，确实是显示。